我是 A。 大家好，我叫 A 了。今天你们要做什么呢？读故事书。那今天读哪一本书？艺术家阿德。好，今天我们要读的故事书是艺术家阿德，然后它的作者是汤姆牛。汤姆牛、啊、对，是作家，都是写这个故事书还有画图的人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本故事书在介绍什么样的艺术家阿德。好，艺术家阿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故事。好，阿德啊和爸爸妈妈住在公园的树上。所以阿德在哪里啊？哦，这里这么多的人，是他是阿德吗？为什么你知道他是阿德？谢谢。因为他住在哪里？树上。因为他有说阿德跟爸爸妈妈住在树上，所以呢阿德在这边。好，这个不是我们的主角阿德。好，再看一下接下来呢。然后呢，阿德啊渐渐长大，然后呢爸爸妈妈认为他应该要早点学会独立生活。可是阿德每天只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有一天啊，爸爸就说，阿德，我和妈妈要外出一阵子，我得教会你怎么结网。所以呢阿德是什么？他们是什么？蜘蛛。他们是蜘蛛。然后蜘蛛的小阿德啊要学会结网。那爸爸妈妈呢，他们要出门了，所以要叫阿德要自己会结网子。所以呢我们来看看接下来。爸爸呀就教阿德说，来，从这样子，一二三四，爸爸一下子啊就能把网子一二三四。阿德的爸爸把网结好了。这时候呢飞来了一群小虫，爸爸赶紧躲起来。那小虫在哪呢？我们来看看。哇，阿德的爸爸结的网子抓到了这么多的昆虫。你认识哪几种昆虫呢？嗯，Anne，你要不要说说看，你认识哪几只昆虫？这个是谁？蜻蜓。好，叮咚叮咚，答对了。还有呢？蝴蝶。还有呢？蜜蜂。哪一只是蜜蜂？蝴蝶。好，它也是蝴蝶。然后呢这个是谁？也是蝴蝶。然后呢虫，看起来好像苍蝇哦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热狗虫。我看一下热狗虫。哦，好， Anne 说这一只叫热狗虫。嗯，好，长得很像好吃的热狗。好，就有一些蝴蝶、蜻蜓，好，苍蝇，然后呢金龟子，好多的昆虫被阿德的爸爸结的网子给抓住了。所以呢阿德的爸爸是一个很厉害的蜘蛛，可以呢结出一张网子抓到这么多昆虫。好，然后这个时候呢爸爸说，来，阿德，换你来结网咯。好，那我们看阿德做出来的网子。阿德就一二，哇，差点怎么了？掉下去了。他吓了一跳。三四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头晕。蜘蛛结网的时候居然头晕了。五，好，阿德的网子结好了。跟爸爸的网比起来怎么样呢？不一样。这个是阿德的网子。那我们再看前面那个爸爸结的网子长怎么样。他比较大，他比较小。哦，爸爸，我发现这个是正方形，然后这个比较不是那个形状。哦，你看哦，爸爸结的网子比较有规则，你看一圈一圈一圈，你有没有发现一圈一圈的往外面。然后阿德的网子呢，这是阿德结的网子，他结的网子怎样？乱七八糟。好，所以呢这里他说什么呢？阿德啊学爸爸结的一个网，不过啊他觉得这好像不是他想要的，他觉得这个网子不是他想要结出来的网子的样子。好。
好，那我们再往下看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哦，爸爸妈妈出门了。好，第二天早上啊，有人在树下唱歌。阿德啊，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妙的歌声。好，这个人在唱歌，那阿德在这边。好，在这里，在树上，阿德在树上。好，然后呢？接下来你觉得阿德会做什么？画他。哦，我们来看看哦。蜘蛛。啊，阿德在这。好，然后呢？这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哦。于是啊，他结了一张网，爱唱歌的人。这时啊，飞来了一群苍蝇。阿德兴奋地跑到树枝上大叫：“你们看，你们看，这是我结的网哎！”那呢，这一大群苍蝇在哪呢？看不到。看不到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再观察一下，阿德他织出的这个网子是什么？人。是什么样的人？唱歌的人。唱歌的人。好。那再往下，哇，这一群苍蝇怎么飞走的呢？那阿德要吃什么？他不是要抓昆虫吃吗？好，嗡嗡嗡，一大群苍蝇啊，就从树底下就这样子的飞过去。然后呢，其他的蜘蛛啊都笑翻了，他们就哈哈大笑，笑阿德说：“你结的这个网子。”根本就捉不到虫，阿德早晚会饿死的，因为蜘蛛要吃什么？虫。虫，它的食物是昆虫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想说阿德有一天应该会饿死吧。好，接下来又发生什么事了呢？阿德在哪？这里。哦，阿德在那边，然后呢，他现在在做什么事情？看着家。看别人哦，那这位先生是在做什么？看书。好，阿德呢在看一个人，那这个人呢在看书，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呢？环岛旅行真好玩哦。原来这个呢是汤姆先生，他呢常常到大树底下看书，今天他看的是环岛旅行真好玩。阿德啊觉得书上的地方都很有趣，然后呢，那接下来你觉得阿德会做什么事？织网。织网，织什么样的网？就是书的网。书的网，就是一本书吗？那我们来看看哦。哇，阿德织出了一辆脚踏车的样子的网子。好，有太阳。那还有观察到什么？电灯。电灯。哇，有一个虫又从网子的中间飞走了，没有抓到昆虫。于是啊，他结了一张骑单车去旅行的一个网子，那阿德非常的高兴。对，他现在呢非常的高兴，因为从他表情看到什么？非常高兴。对，就笑哈哈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可是虫又飞走了，他会不会肚子饿啊？会。那该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再看看故事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吧。好，现在阿德在哪里呢？好，阿德在那边，然后呢，他现在在看别人做什么事情？吃东西。吃东西，还有呢？糖果。好，那这个呢？有人推着婴儿车，那这个人在做什么？跑步。跑步。好，那这边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星期天啊，小杰和爸爸妈妈一起在树下野餐。那一阵风吹来，阿德闻到混杂着各种色彩的特殊香味，因为呢，他们带了很多好吃的食物过来，所以啊，阿德就闻到了好多好香的味道。所以你觉得阿德这一次会织出什么样的网子？像那个可以风转一转的那个。风转一转，风车吗？对，不是风车，可是可以有一条线挂着一个糖果纸。然后包圈，它就会转。哦，所以是什么呢？你翻过去给我看看好吗？哦，有点像风铃的东西。好，于是啊，阿德啊，他就利用小杰留下来的糖果纸，然后呢，结了一张特别的网。然后呢，树枝上的鸟儿，这个叫做树枝上的鸟儿。那鸟儿在哪？
哦，鸟儿在那边，那阿德在哪里？阿德在那边，好。然后呢，那是个会随风转动的网，其他蜘蛛啊都觉得阿德的网很有意思，他们越来越期待看到他的网了。然后呢，他们一开始是怎么样对阿德的？笑他，对不对？那可是他现在觉得阿德的网很棒，他很想看看他下一次会有什么作品。那你觉得阿德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作品呢？不见了。什么东西不见了？阿德不见了。阿德不见了，是不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文件会的绘本花园看到了，就是阿德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这本书呢，我们今天就拿回来看看，到底后面又发生什么事了呢？有一天啊，阿德没有出现，然后呢，接着好几天都没有看到阿德结网，只有一条丝在这边。然后呢，大家呢最后是怎样？很伤心。大家都很失望，也很担心阿德是发生什么事了呢？你觉得阿德发生什么事了？他走了。走了？为什么他走了？他想去别的地方逛逛，想去别的地方逛逛，所以没有在这边结网的。那妹妹你觉得呢？他想要再去看一下，然后再回来织网。哦，先去看一下别的地方，然后再回来织网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故事是变成怎样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觉得阿德怎么了？死掉了。死掉的吗？没有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还是他跌下来了。原来阿德发生了什么事了？原来阿德饿得八脚朝天了。他有几只脚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对，因为呢，他有八只脚，他八只脚就朝上天空了。他现在呢，怎么了？死掉。他肚子很饿。饿到呢，脚的朝着天空说：“好，我好饿，我好饿。”因为他有抓到昆虫吗？都没有，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他的就爸爸有抓到，就是他结的网子都没有抓到虫，所以他现在已经很饿，很饿，饿得八脚朝天了。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人家来帮他抓虫。好，那我们看看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？哇，发生了什么事了呢？这时候啊，这位一开始笑他的先生带了一大网子的昆虫过来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是什么？古伯乐啊，找到了阿德，这个叫做古伯乐先生。他说：“阿德，阿德，我有一只蝗虫的后腿。蝗虫的后腿在哪里？后面的腿，蝗虫的后腿，就这个。然后呢，两只面包虫，面包虫长得像面包的虫。”还有三只公蚊子，哦，原来这是蚊子。然后呢，可以换你的一件作品吗？所以呢，他要跟他换什么作品？什么样的作品啊？就是很可爱的作品，就是有阿德，还有一个人的作品。哦，就是可以转一转的。哦，就是阿德创作出来的作品。那我们，你觉得这一次阿德会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呢？很漂亮的作品，很花色。所以呢，阿德在前面做了哪些作品？唱歌的人，还有骑单车去旅行，还有呢？鸟。哦，就是鸟儿。对，就是像风铃的鸟儿。那接下来你觉得阿德会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？唱歌人。唱歌的人。还有船。我们来看看。宝宝。哦，你在旁边偷看吗？哦，来，我们看一下阿德的作品。一下大树。哇，阿德又有力气结网了。为什么他又有力气了？因为他吃了东西。他吃了虫，一只蝗虫的后腿，两只面包虫，面包虫，三只公蚊子。好，所以呢，他就开始结网。嗯，他好开心。这是什么呢？花。花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变成一月。音符，这是咪，有好多音符啊。那妹妹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咪咪，好棒，好，这是哆瑞咪发嗦拉西哆，好的五线谱。然后呢，他想起呀、啊，在公园里听到的、看到的、闻到的，还有感受到的，
想起自己的小时候。好，然后呢，这时候呢，哇，阿德呢，他不停的努力创作，然后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圣诞树。好，你觉得它像圣诞树，可是它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它的床，不是床，这很像楼梯的东西，可以把它放上去。可是这感觉有点像海浪，所以这个是一艘船。我看起来像一个嘴嘴的，因为它要有创意。它要有创意，好像感觉是一艘海盗船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嗯，这个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大家发挥创意，想一想，看一看这是什么呢？那我们请阿德来告诉我们，阿德呢，看看他后面有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什么。哇，阿德没有告诉我们，而且创作了更多的作品。阿德呢，创作的作品啊，吸引好多人过来，所以呢，这里许多的蜘蛛啊，也带着昆虫来交换阿德的作品。他们说，阿德的网带给他们惊喜、快乐和无限的想象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、阿德的创作的作品。这是谁？看书的人。对，看书的先生。这个是脚踏车。这个呢？感觉有点像风铃的东西。这个也是像风铃，这也是风鱼造型的风铃。这个是谁？恐龙。有恐龙一号、恐龙二号，而且恐龙二号还喷火。然后这个好像是一幅蝴蝶的图画。这是谁？小狗。这是帆船。音符，唱歌人的音符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呢，拿着各种东西要来请阿德创作他的蜘蛛网的人。好，然后呢，在画面的这边又发现了谁？爸爸妈妈。阿德的爸爸妈妈回来了，而且阿德的爸爸妈妈现在的，你看他们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呢？开心。他们的表情看来是很开心，所以呢，阿德之奇怪的网，爸爸妈妈会担心吗？不会。就是呢，他现在创作这些作品啊，就像有些画家一样。有些爸爸妈妈一开始就会担心他们的画卖不了钱，就没办法吃饭了，没有钱可以买饭吃。可是阿德最后有饭吃吗？有。对，只要你认真的做你的作品啊，最后呢还是会有饭吃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故事还有吗？再翻一下后面。接下来呢，阿德在哪呀？好，阿德在那边。好，然后呢，最后结束的是什么呢？我来看一下。他说，阿德啊，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而且做得很好。他做得很好的是什么？继续的在树上织网，然后呢，做出他呢各式各样不同的造型的蜘蛛网。好，这本书就到这边咯。那你们觉得这边是什么呢？阿德。好，最后有阿德。好，那你们觉得这本故事书好看吗？好看。那你喜欢这本故事书的哪边呢？喜欢这里。你喜欢的是这里，是有花朵的风铃。那我喜欢的，是这位先生呢，看到呢阿德啊快饿扁了，然后呢还带着昆虫来给他吃。好，妹妹喜欢的是这个画面。好，那你觉得？我可以说吗？你可以说呀，你要说什么呢？我觉得那个故事很冒险，然后我觉得那个其实很担心他。对，很好，是一个好心人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姐姐要说什么呢？跟他交换他的作品。对，很好，大家就拿着食物啊来交换他的作品。所以呢，只要认真的做想做的事情啊，然后把它做到最好，
其实最后也是会有饭吃的，对吗？对。对，好，你们要请小朋友去借这本书或买这本书回来看吗？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有创意，大家更喜欢他的作品。嗯。而且大家跟他的植物跟他画作品。好。所以呢，好的作品就会换来食物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故事书就看到这边哦。好，那跟大家说什么呢？记得订阅，还有按赞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